mm -hmm. 第十五页，五一五，15,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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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百一十五页，《楞严经》讲义，星二阿难明心深信。我们呢，七大讲完了，接着另一个段落。这阿难呢，明心深信，后来啊，就说这个句诵。 啊！句诵妙赞总持不动尊，所能阎王是稀有。这个后面说句诵赞佛，到最后呢，佛的讲三如来藏，空如来藏，表示一切本体平等。啊，不空如来藏，表示不坏缘起法。啊，那么空不空如来藏。 法法皆是中道，空跟有是一种名词啊。那么空不空，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同时存在的东西啊，就是空不空。如来藏，五一五经文，尔时阿难及诸大众。 猛佛如来微妙开示，是二十，就是破妄显真已静之时。啊、呃，破妄显真已静，这个时候，阿难，及诸大众，猛佛如来，啊，微妙开示。为什么叫微妙呢？因为这个义力很深，很隐为不容易啊。 为一般众生所发现，是深入的在讲到这个究竟的如来藏性，啊，所以它叫做微妙的开示。说此阶级经家叙述阿难，悟明本有真心，发起大圣正信，先叙成事，啊，先呢讲描述。 啊，说成佛的开示就是成事，以为开悟之大本也。二是乃是如来破妄显真以静之时，微则隐微，昔日群中未曾显说。六世是生死根本，根性是涅盘正因。这个六世表示根。 成和合的妄心，总归就是生灭意识心。这个生灭的意识心，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执着的。不管你用各个层面的知识层面，都离不开四心。这个是世间所有的啊，分别跟执着，也变成一种学问、文化、传统。所有的生命化作一定的执着跟分别，而在。 运用这些执着跟分别，变成所有生命的全部。那么这个就是六世的生死根本。那么邪佛不是这样，运用根性，根性是不生不灭的根性，是涅盘的正因。所以你这个修行啊，下手下手处要对，下手处就是根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根性。那么在这里用一个简单的。 就是令心无所增减是名修行，这个就是成佛的因。你一定要让你的心没有任何东西增加，也绝对没有东西减少。法本不增，法也本来没有减少，再胜也不增，再分也是不减的。这个心性修行就是涅盘的正因，是妙则奥妙。今日实教广谈了矣。 什么叫了义？就究竟义。我们是一字里面啊，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这个《楞严经》它是了义教，就是究竟教，是直至生命身中有佛性，一切诸法是真如。为什么一切诸法是真如？ 那就用真心，一切法皆如，用如如不动的心性，无法不如此即上面三千之微妙开示正脉云，通成破妄显真科中，通成啊就是依据全面啊的破妄显真科中，诸文为言为就是有。 啊，这些文章啊有这么说呀、啊，种种的啊，破妄显真的这些啊语言，良以此大开解啊，良以就是阴池因此，因此良以借着这个因缘，因此的大开啊，言解就是见性啊，功夫非尽了、啊，非尽就是深远了，功夫变得深远了，今当从前。 错其大要，啊，错就是取啊，他的纲领啊，令之微妙之时，破妄心有三，以七破，以密室无处，七啊就是七次破啊，以密室什么无处呢？妄心无处。为什么讲妄心无处呢？因为它是静引起的执着心。 静引起的分别心，静引起的颠倒心，无论是执着、分别、颠倒，统称为四心。啊，统称为四心。而那这个四心因静跟圆静所产生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来跟去处，它只是清净自性晃动所产生的刹那生灭心，没有实体可得。啊。 二，从真以显和非心啊，就是妄是非心。妄是，不是我们的真心，因为妄是它是没有实体性的。第三，众多以截止无体，众多就是彻底的教你，除掉，以决，就是决定决定这个事心，指出就指就指出，指出这个事心是没有体性的。 世心没有体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依靠。啊，你讲世心有还是没有都都不对。你说有的话，它没有实体；说无的话，它又了别。所以这里面含有必须讲世心无体，可是真心是有体性的。意思就是我们般若的妙性，这个涅盘妙心，它是有体性的。有体性就是确实存在的，无量义劫是存在的。 而这个四心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增、刹那减、刹那有、刹那无，断断续续啊！哎，白天就分别啊执着，晚上就暂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但是还是继续作用，因为有独头意识。可是这些作用其实都是空，为什么？四心无体性嘛、啊，是众多以结止无体，这个要彻底的多处，来决定告诉你。 四心无体，所以这个无体，呃，加两个字更清楚，就四心无体，是所以破妄心者，啊，极微细而进精妙矣，啊，在这里你就会了解，一切众生都不离四心，稍微修行就会炫耀，就落入四心；稍微行善就执着，就是意识心；稍微拜两三句佛就呃执着，就变成意识心；念佛有所感应。 哦，就大大的夸夸耀其词，这个就是意识心。来讲堂发个心嘛，哎，就好像觉得别人都不如我，哎、啊，这个就是意识心。只要你有所住，通通是意识心。啊，为什么虚空并没有，从来没有称扬自己，虚空从来没有执着，都是平等这样的过日子。哎、啊，说法性本来就空。 我们要了解了悟这层道理，就了解四心无体，而真心是有体性的。显真心文中也有三一四见等啊，见等就是见根等，就表示见闻觉知、见经啊、闻经啊、嗅经、尝经、触觉经啊，啊、就是还有觉知经，就是。 见闻皆知，这些六根的根性来找，哦，带少分的妄叫做见经啊，破除的执着，哎，妄除了，哎，竟然是见性，哎，所以没有妄心，妄了悟，妄心当体即空，就见性，不离本处，即得菩提，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修行不是用追的，是用悟的当下，回归当下。如果你用追的，的、啊、本性是什么？那就叫做意识性，你永远揣揣测不到那个是什么心，什么东西。所以克就根性，直指其实体，啊，实体就是离尘有实体性，叫离开了这个啊根尘所缘起的。 这些六根、六尘、六事、四心五体，可是根性是有体性的。为什么根性是有体性的？要不然我们依靠什么修行啊？四心无体性，我们依靠什么修行？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从根性开发以后，了解这个佛性是有实体性的，意思就般若。 智慧它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希望的。涅盘妙性是实在的，可是实在是没有形象的，啊，底下二四因等因就是无因，六入、色、处十八界等等，而广容诸相以明其一体；三四地等就是地大、地水、火风空等等。 啊，就地等、嗯、就是七大，地随火风空见识而极显圆融，以彰其前提，是所以显真心者，以可谓极为细而进精妙矣。五百一十六，叙述开悟，啊，身心荡然，得无挂碍。 是诸大众，个个自知心片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所以这个时候啊，悟道以后啊，就开见道之眼，就身心荡然了，得无挂碍，心无挂碍了。啊，我们有挂碍就烦恼了。是诸大众啊，个个自知心片十方，无所障碍，见十方空。 卢观手中所持的业物，这个业物啊，当时候的业就是背业呀、啊。说、啊、阿难开悟啊，即是以开见道之言。至第一卷，阿、啊、难认识唯心三迷被破，遂即舍妄求真呢、啊，使这个妄心妄事啊，求这个真心。 求如来未发妙明心，未开道眼。如来即为只见实心，啊！显见不动，显见不灭，显见不失，显见无缓，显见不杂，显见性无碍，显见性不分，显见超情，显见离见。 经历了十番，可谓发妙明心而自微细矣；更为会四科，前世机理，融七大前相皆性，普融万法，可谓发妙明心而极奥妙矣。由是阿难明心深信，顿开道言，故有此物。 身心当然，得无挂碍者，当以二意识之：一达妄本空，所谓的妄事其实本来就空，因为它没有实体性的。啊，正因为世心是妄，所以我们有一念可以成佛。世心如果是真实，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那生生世世永远在妄当中啊！所以，因为达这个妄事本来就空，唯存真实心。 真心，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只要你发现那个妄，同时不住着，那个当下，就是你的真心。所以开采真心的是真心的人，不自卑，啊，也不高傲，也不夸耀，哎、啊，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这样子，可以铸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炫耀，因为法法本空，也没有东西可以自卑。 因为法法本空，也没有高下；因为是法平等，没有高下。这个就是心性，所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在指什么？是指见性人的心性。当你见到佛性的时候，动物、植物、矿物全部都平等，内四大、外四大全部都平等，有相、无相全部都平等，四心化作四性。 执着化作坚固的道心，分别化作平等的心性，颠倒化作正念，通通在当下，不离本处。修行不能用找的，用悟的，悟即得，不悟不得。系在迷时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 你想六尘原因为自心相，这个就是悲哀。把这个身呢、啊，四大假合的身误认为自己，没有一个人不执着。只要你没有听到佛法，包括外道，这个身见是除不掉的。有了这个身见的身相啊，身相就引发痛苦啊，你的我执就不会停止啊。六层原因为自心相。 啊，根根对尘所产生的掩饰，耳是、而是鼻是、舌是、身是，这个五尘落下来的影子，由一根攀念这个法尘，就认为，哎，这个就是可言之相。智心相的意思是什么？就误认为那些啊烦恼、执着、分别的影像是你的真心，就是你平常在运用的心。哎，记得。 起贪心的时候，记得这个不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是无贪的。当你起贪恨心的时候，记得告诉自己，这个不是我们的真心，这个是妄心。哎，这个是妄心，乃为六根所局，六根局就是限制住啊，限制住。为什么生命观看不出去，宇宙观放射不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居住。 拘束在我执、法执的小范围里面，而就这样过一生，就这样过一生。六世所固，六种分别心啊，固就是树全部都树在里面，哎，皆成挂碍，皆成挂碍。仅只了达，妄身妄心本质空寂。 荡然如大水飘荡无存，故得无碍解脱自在也。二知真本有，知道这个真心本来就具足的，叫做知真本具啊。诸位，修行佛道，它就是重点就出来了。达忘本空，知真本具，妄心本来就空，所以你只要动到执着的念头，你就是修行错误。 当你很用功的时候，你说“哇，你现在很有修行”，这个念头就错。的对法上的执着啊。第二，自真本具，系在迷时，将本有法性身呢、啊，妙明心呢、啊，埋没于尘劳烦恼之中啊，幻妄身心之内，令呃今者知法身清净。 片一切处，则身荡然；妙心圆明，片诸法界，则心荡然，无形无相，荡然宽阔，阔就是大，得无挂碍，得大受用。诸位，小心言呢、啊、就不受用，大心则大用。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师父一直告诉你，尽管度量放大，上苍会两倍福报奉还给你的。 胸量放大，绝不会吃亏的。也许你现在哎，好像有点吃亏啊！我今天呢、啊，做了几个钟头，对不对？呃，领一样的薪水啊。这个人哎、欸，做几个钟头也是做的比我少，也是领这样的薪水，内心愤愤不平。有一个有一个男男孩子很善良很乖，大家都说他很笨。 这工作啊，八个钟头以后啊，他继续工作。大家都下班了，他觉得我应该完成的事情，我应该把它工作完。就领一样的薪水，他继续在加班。这加班大家都说他笨，哎呀，他说老板也没有给你薪水啊。他说哎呀，我多多学习呀、啊，所以笨他还有自己的哲学呀、啊。很认真的，结果这个老板呐、啊，老板娘啊，非常的欣赏。 就把这个技术啊，传给他，传给他。后来呢，呃，这个老板呢、啊，还有老板娘、啊，因为没有生，没有生，结果、啊、经过了二十年了、啊，他还是这样子认真啊，因为他也不计较这个薪水。后来啊，他这个都没有生。哎，有一天突然，两个夫妻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先生啊，检查癌症。 啊，那这个老婆啊，又认为说他没有能力办处理这个工厂的事情，哎，后来就请他起来当厂长，全部负责。二十年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怨恨的抱怨，没有任何的计较。哎，最笨的人，结果升到厂长。后来啊，他这个老婆也快死掉，经过了十年，这个老婆也快死掉了，说：“我财产通通给你。” 通通给你，因为没有儿子啊。除了缴税以外啊，你看，我难你我火活，哎，不是每一个人都碰到这种姻缘，但是这个世间呢、啊，还是要诚恳、老实的人，没有牢骚、没有抱怨啊，听者为良啊，点点者为良啊，能够修忍路，不怕吃亏的人。 也不计较的人，这个人路走得很长远，渐渐的，人家就会私下很赞叹你，啊、哦，很信任、信得过你。所以啊，修行贵乎实践，就是这样。我举这个例子，这个跟修行一样，你今天呢、啊，默默的这样修行，拜佛、念佛，不夸张，不比较，哎，这样正式的听经文法。 诸位，佛菩萨正会器重你，会加倍你。哎、啊，世间人看起来，哎，你好像受尽的委屈、吃亏。哎、啊，错了，佛菩萨正在加倍你。哎、啊，那些往生极乐世界的，绝对不会是贪小便宜的人，绝对不会是一天整天伤害别人的人。佛来接引这些人，绝对不会。 啊，而这些人对净土也不会有信心。哎，佛接的都是那些肯吃亏的人，肯吃苦的人，肯受尽委屈的人，埋头苦干的人。佛欣赏的是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符合佛的教义嘛。以下为期七，17, 是诸大众各个自知心片十方者，以及猛如来微妙开示，不读当机。 阿难得物，是诸同门大众亦多，各个自知，自知即悟也。其中大众，未有浅深不同，悟有解证不同。所悟为何？乃悟真心遍满十方，包含万法。教之昔日任妄事心，妄事任事为心，就任妄事为心，执心一定在身内，不知道这个心并没有内外。凡所相。 都是如来藏心所显现出来的假象，《舍妄求真文》里面说：“不知极常心性，极常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啊，不识科中人，不知色身外及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中物。”我再解释更清楚，诸位，不知色身外及山河大地。 山河大地、虚空大地，皆是什么？皆是一合相。一合相，大的一合相，小的一合相，只要一合相，一个颗粒围成也是一合相。杯子是一合相，对不对？呃，然后一朵花是一合相，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一样不是一合相，只是大象小象而已。大象小象，通通是非象。通通是星星，星星当中的真心物，妙明真心中物。 不杂科中，则曰银何得知是我真性？不分科中又，又谓茫然不知是一时中，是一中时。这四颗总标，我们说啊，书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言妙真如性。这这句话重点在哪？重点在生灭去来，本不可得，当起即空。生者无生，灭者不灭，去者实不去。 来者亦不来，没有生灭去来，荡体即空，全是如来藏性，就是永恒。所以佛陀真正的得到永恒的法身慧命，就是佛啊。而秦始皇找错了，秦始皇派人要去找这个没有不会死的这个仙药妙药，秦始皇找错了。 佛陀找对了，秦始皇找相，那个药丸，不死药。秦始皇找错了，认为服用某一种药可以让你长生不老，不老长生。秦始皇找错了，佛陀找对了，佛陀找心性，所以只要有相，没有一样不会败坏的，只有如如不动的心性，是我们所有的依归。 自一子，法一子，莫一一子，自一子是什么？自己依靠自己的心性。法一子，依靠佛陀所讲的正法。莫一一子，千万不要依靠其他的，谁都靠不住，因为哪里都是生灭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乡。用这个心念佛，没有烦恼心念佛，马上进入三昧，信念行具足。 即心就是佛，师傅已经强调过了。对心性不了悟的人，要念到一心不乱很难。不了解佛的心性的人，对净土法门也很难理解的。讲东西就矛盾，讲西矛东就矛盾，讲南北不通，讲北了，呃，南不南南边不行，东南西北讲来讲去都是矛盾。为什么？像说啊。 此皆不自知也。今闻是科前世及离，七大前相皆现，到此云散月明啊，瓜熟蒂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心片十方，见十方虚空，乃一报世界之最大者。在真心中，如观手中所持业物，此则观大同小也。为什么？念本身并没有大小。诸位，观就是念头。 哎，你观大不是那个念头吗？观小不是那个念头吗？大是心性的大小是心性的小。诸位，请问你有大小吗？师父已经讲了：东边不做东边解，西边不做西边解。东方是指心性的东方，西方是指心性的西方。在这里更强调：大是心性的大小是心性的小，大小是相，心性并没有大小。若无此，万法都是平等。 业即被业，物如阿摩罗果，啊，阿摩罗果。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原心。此物万法唯心，妙明原心即如来藏心，一切包括至此。世间及情、气二世间，身心世界是也。 此皆零啊，零就是依据上面显见科当中第四显见不思文里面有讲色心诸言即心所使，诸所言法唯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这前面都讲过了，又零就是又依据第八显见不分科当中啊这么说。 是见及缘，就是见啊，以及见所缘，就是身心世界喽。啊，这个能见的见性及外在所缘的身心世界，原是菩提妙境明体呀、啊。只是你妄动，妄动就变成无明；不妄，真心就显。有领阴等四科，就阴入处界啊，四科。 皆即如来藏性而成此物，至此则刺破妄心，显示真心之子方以吉灵。哎、啊，更不再任缘辰分别为心啊！方以吉灵，就是就近处啊，也可以领当作有，当作物啊。 这心经片圆含果十方，就是真心啊啊啊，这、啊、心真心的这个心经啊，怎么样周片圆满啊？含果十方，意思就是一切时空尽在真心呢、啊。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一切万法都是真心所现的？如果。 没有开悟，那一切万法都是世心所现，世心所现就是妄，妄其空就是真，所以为什么刚学佛的时候就是看山是山，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为什么这个时候就站在相的角度、世心的角度来讲？皮佛啊，刚学佛的时候啊。哦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学佛一阵子以后，了悟啊，哎，本体是空的，会发现法法本空，会发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为什么见山不是山？山本空啊，水也是空啊。哎，啊悟到究竟处的时候，嗯。 见山还是山啊，见水还是水？为什么这时候真心显现出来了？见山是真心显现出来的山，山本来空，空就是我的真心。见水，水也是空，空就是我的真心。就就是这样。哎、啊，所以学佛知道说，哦，这三段原来是讲这个。 持物心包万法，向则误认妄想为真心，或在色身之内，身在气气,气，器界当中，界在空中，重重含果。遣真任妄，遣啊疑真疑真任妄，疑这个真心任这个妄心，迷己为物啊，这个字、啊、打错了，迷己为物啊，不知唯心呢，成无超越。 啊，把这个色身呢、啊，当作啊，妄认这个四大啊，这个就是我，这个物就是我了，嗯，这个四大构成的这个色身就是我了。不知道他是唯心呐、啊？前无超越，今者圆悟真心呐、啊。唯精唯一唯是一真法界，纯一无杂啊，周遍圆满。这个一真法界就是什么？就是绝对的真心呐、啊。 绝对的心性啊，诸位，没有能所的境界就是绝对啊。有言就有能所，有能所所说嘛；有相就有能所嘛，能言所言嘛；有讨论的东东西，它就有能讨论所讨论的嘛。所以一切世间的学者不能离开能所，就不可能悟到真心。唯是一真法界，纯一无杂，周遍圆满。 古曰：心经片言，含龙万法，包裹十方。无往而、哦、非常住真心的、啊。无往是指时间，往就是问我们现在名词叫做一时一刻，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我们常住真心。无处这个是指空间，啊，没有一个空间，哪里不是你的性境明体？ 此则转小成大也。哎，就是说，诸位为什么讲转？而在没有悟的时候才这样讲啊？悟的时候啊，大跟小都是一样的。那大跟小一样有什么好处？那就身上你只有小小的钱、少少的钱，你虽然还是碌碌不动啊，穷，但是穷得很知足啊，很快乐，也不贪念，也不偷也不抢，没有什么罪过啊。 所谓贫穷不是什么罪过啊，啊，如果说如果真正贫穷的是什么，很有钱仍然贪得无厌，这个人穷，他就会做出不是你，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有时候会惹上杀身之之祸。一个人呢、啊，啊，有已经很多的财富了，还是继续追求贪心不止，你的你的灾难就会到。 所以，很有钱的人应当观知足啊！我布施够了，生活也够了，这个日子就很好过啊！大悟的人没有，我们现在很自在啊！我师父重新从一直在强调：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能力做多少工作，做多少工作，啊，底下啊，五一八。 最后一行，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催一围城，若存若亡。这此物正报法身啊，啊，向者妄认四大假和以为真真身呢、啊，亦复任物为己，六根各举，世之之爱，处在虚空之中啊，不能超越。哎、啊，实质就是我们呢。 啊，双手双脚咯。啊，处在空气啊，空界当中啊，不能超越。今则无名本有法身呢、啊，虚阔旷荡，旷荡就是空旷啊，哎，没有界限了、啊，犹若太虚。哇，我们开采出这个佛性出来啊，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为什么？ 哇！净虚空界、骗法界，竟然都是我们的心性，那通通是我们的财产、啊、只要你用智智慧啊，没有一样不是你的财产呢、啊。反观父母所生血肉之身，这一定会败坏的，一定会烂的，高不过七尺，对不对？七尺还算高了，是不是啊？我们哪有七尺啊？寿不上百年啊，总属幻妄不实，诸位。 今天你活着，明天就有可能死亡。生命它就像朝露一样的快速的、哦，啊！一谈到唐朝，哇，唐太宗，哎，你看，离我们一千多年了；再谈到明朝，明成祖，哇，你看，离开我们四五百年，哎，再来一谈到康熙、雍正，啊，乾隆，你看，离我们。 至少两百年，再来接近我们慈禧太后，离我们明初到现在一百多年，这样子想想看，历史人物通通是灰烬啊！你到底能够想活多久？所以想活很久的人其实是妄想啊！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儒家讲的。 佛教讲的也是一样，只要你这今天听到道，明天就走，没有遗憾的。活着他就是一辈子啊！世间人追求一种东西，他就是要追求一辈子啊！年轻人，一个感情，你都爱不挖过，一个感情就好，一个欲望，男女的欲望，一个感情，一个欲望，就两件事情。这个年轻人呢、啊，至少要困扰二十年。 困扰，一直都变不出来。一个感情，这个丝线的拉住的丝线，这个欲望啊！你叫年轻人断了男女，你开什么玩笑啊？一一直想要修行，当他听到福报，想要修行，就这个欲望一爱不离这当，慢慢慢慢看开了，慢慢慢慢慢慢看开，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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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所以。 在座诸位很恭喜，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这个感情跟欲望都看得开了。你看，现在正是时候了，现在正是时候了。诸位再不用功，你看五十 double 一百，OK，买买，没行没修行了。所以诸位，我看你们这个年龄、那个脸孔，都有五六十，真的五六十。 这个修行正是时候了，不为感情所影响，不为欲望所所影响。你看这个时候不用功，你想想看，年轻人忙忙忙的，就是约会呀，一天的，对不对啊？每天我爱你呀、啊，你爱我啊，鬼刚弄来不这样啊？好不容易坐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啊。 有比十方虚空之中啊，风吹所起的一点微尘呢、啊，自渺小，急于幻妄，是有是无啊？我们生命就是，啊，像气若闲丝一样的呢，像风中之竹啊。为什么叫风烛残年？风烛残年，身体健健康康还好呢，哇？中风，你惨了！高血压的人可要注意，中风，喂哇，看你怎么办。 是不是？太虚一法身广大，微臣一身身渺小。此身在法性空中，如草露风灯，是虽然暂存了，终非啊永存了，故曰若存。又如幻世梦境啊，虽未即亡，终归灭亡。万法都是败坏之相，不管你干到总统，乃至国家主席。 干到皇帝，什么参谋总长，什么什么首富，台湾首富，皮尔盖茨，盖茨皮尔，龙岗快啦！你告别的西安呢，无办哈。哎，所以啊，你会看的话哈，其实我们真理就就呃就在小时候，小朋友就告诉你了啊，小朋友。 小朋友，你看小朋友的时候，他就讲出真理了。小朋友在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啊，这是不不喊不不喊不不喊。那个小朋友早就告诉你真理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你不不喊不不喊不不，你写的记不多小朋友就告诉你永远的真理啊！哎，你不要看个小朋友啊！阿哥去哪里？就是害人诶！没得是没没得是没没得是害人害人，那就是这手手印呐、啊！没得是没没得是没 哎，就、欸、是无啊！啊，一、欸欸、小朋友讲，你是咧制造啥物件？啊，就是无啊！参、啊、禅学道就悟到这个，哇！就看活的不得了，看我，我知要边那讲诶，目睭金金嘛看我，目睭开开嘛看我，人欺负咱咱嘛是看我，对不对？咱欺负人，咱就袂看我，咱为使共欺负人？ 啊，为什么诸恶莫作嘛啊？所以终归灭亡，故曰若亡。此则转出为戏。以下如占巨海，留一浮鸥，其灭无从，了然自知。祸本妙心常住不灭。哦，如占巨海，这湛蓝的大海啊，就像太平洋这样子了。哎，冒出一个小水泡，留一浮鸥。 哦，就是小水泡啊，这、哦、大海里面呢、啊，因为空气啊，浮出一些小水泡，起灭无从。起的时候立刻就灭，灭的时候又另外一个起。六道轮回就这样，起灭无从，就是无根啊。嗯、一下子投胎天人，一下子做人，一下变畜生，别人家杀，一下下地，一下做恶鬼，起灭无从，悲哀啊！啊，现在可不一样了，认识真心以后呢，了然自知啊，惑本妙心，常住不灭。 哇，真是好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向则物质此身坚实啊啊！以前呢、啊、不知道、哎，没有人告诉我们四大本空啊，这个色身啊，生命无常，不知道，没有一个不不是在执持执着这个啊色身为坚实。今物法性身，哦，原来这个色身不是真的。 是法性身，这智慧的身，涅槃的妙性才是真的我。如湛然澄清不动之巨海，深深如海中所流一副沤、哦。啊，我们这个色身呢、啊，是本性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刹那之间的水泡。竖起竖面，这本意是说，这个竖起竖面本来意思就是狗走得很快啊，引申为快速短暂了、啊。 我们的生命啊，快速短暂啊，这个肉肉体啊，很快就会毁灭。其无所从来，灭无所从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了，乃属幻妄无常。此则转实为虚，了然具之,之。或本妙心，常住不灭者，此皆生当然，前序开悟之文。总标身心当然都挂爱，得爱 生即法性生，啊，了解说哦，空无所有。这个色身看起来认为是实，其实是虚虚的，是虚的，是不实在的。生即法性生，突然悟到真心在我们当下。生即法性生，心即妙明心，因悟法身妙心，所以故得荡然无碍。下则先续心荡然。 阿难以大众之之妙心，遍满十方，万法唯心，心包万法，彻悟一报，法法全真，后续生荡然，因物法身广大，常住不灭。所以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如空中一尘，海中一鸥，是以节约了然之之。哦，原来如此！这个虚幻的色身，原来是我们湛蓝。 巨大的心性涌现出来的一个啊，色身，暂时的海中的小水泡而已。了然明白，先好,好不昧，亲正实道，自知自信，不由他物也。或本妙心者，即得亲见本节妙心。本节妙心是本有法身，一向迷失，法身埋没在无印身中，今已开悟，亲见本来面目。水也，虽然也或。 技术本有，其实也没有货，本来就有的，就是你有没有悟，有没有恢复你的本有，是非心得啊？没有佛性，我们再怎么修也是没有啊，就是有佛性才可以去体悟啊。如果本来没有，你怎么修也没有啊，对不对？你本性就这存在，你就悟哦，原来我的本性是存在的，我的智慧的法身是存在的，此生常无始终。 住无去来，无始无终，无去无来，则永劫不灭。故也常住不灭。此亦领前不灭不失无还三颗，即是迷梦科末。啊，清净本性本觉常住会思科一一，一一非一年，非自然性，容七大一一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诸为妙开示，而持而成此物也。 正脉交光法师云：“经教一佛说之后，啊，具赞之前，就是啊，啊，具赞就是说具颂赞叹佛，特详细持者正以是，摄摩他，就是唯密观照咯，啊，密奥观体啊，就是唯密观照不生不灭这个本性为本修因，所以啊，为什么啊，如来藏性？” 那个那一张大页的，我说啊，A 加 B 加 C 等于啊，这个所楞严大定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开始要懂得维密关照，维密关照啊，令行人以此着眼，盖通前三卷功夫，轻微揭露啊，此至妙至密之观体也。 良以众生常流转，前圣不救尽者，皆言未见此体，犹如身盲故也。啊，意思就是啊，眼睛啊看不到。行人若能依师所叙，心境一如，不犯思维，不犯思维是什么意思啊,啊？不要妄动，如如不动就对。记得，你就记得，静心空。 净智空，不要去除掉这个境界，你一定要修行，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心空净智空。不要妄想说我要把这个境界除掉。比如说那个可恨的人一直现前，那个讨厌的人就一直现前，我一定要把你干掉。你错了，你错了。啊，你看这个有报道一篇，说这个老公啊。 这个老公啊，啊，讨了二奶小老婆，这个大娘啊，很不满，就派人去把她做掉，做掉。他、啊、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后来慢慢慢慢抽丝剥茧，抽丝剥茧，查到了，他心想的不一样，他认为除掉二老婆，他这个老公会永远疼她，啊。 他是认为啊，我后半辈子可以幸福的跟我老公啊相爱过一辈子，结果这个动念结果弄错了，这个杀掉，慢慢慢慢的抽丝破茧，人家警方就是很有办法，这减掉单位，从这个血迹呀、啊、慢慢查，机车的排位啊，到处都是监视器啊，然后一块一个七块一个七块啊，办案的这个一个七块一个七块，就把它补起来哦。 大老婆涉嫌重大，<coughs> 搜索人家杀人，警方派人立刻抓人，抓到他家抓人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会知道是我我做的？你们怎么会知道？”这全部的证据全部都摆开来，啊，诸位，这个就是一念错，全盘皆输。 心境一如，不犯思维，啊，悟悟头头了然在目啊，浑是妙心自体啊，也不会仙毫功力。身心本来扩周沙戒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者，而不心开者，谓之有也。当之本为一体啊，若与正因佛性即空如来藏，以一位真如，更无于物故。 若见了因，啊，即什么他秘密关照啊？这了因前面正因佛性啊，了因佛性啊，哎，言因佛性啊，这个都讲过了。以清净之心，非咒意思维故，啊，若更不必弥天过犯，则昔来之职啊，正法眼障，即此而已，就是叫你见性啊。但彼之入无分别。 由此方便分别，至此无分别处，其以归一也。诸位，现在师傅要讲一个修行的关键哦，你要注意听哦。修行用最快最快的最快的修行方法，就是这四个字：直入无分别处。修行就是最快，就像做喷射机直直接直接就可以到达佛的境地啊！直入无分别心，就是佛行处。你。 想要进入佛的领域吗？很简单，不困难。见一切相，总知道一切相空。哎，单刀直入，入无分无分别心，就见佛。哦，原来佛佛是生长、的，生活在这种平等心性里面，入直入无分别心，就是平等心性，就是《金刚经》讲的世法平等，无有差别。 此由方便分别，至此无分别处，其归一。问：此事意境无疑啊？就是这一段已经讲完了。然色魔他未尽，为什么这一大段一大段这个色魔他啊修色魔他定还没有讲完呢、啊？讲到这个啊，课就更新开采出来，又讲到七大，都是如来藏心啊。到这个不是已经讲完了吗？没有，后二藏未谈。 啊，比意是何意？什么？汤，按照道理，A 大段到这里应该结束，为什么不结束？或二藏，作为二藏就是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我们呢，前面呢就是叫你见到空如来藏，哎，后面讲的三如来藏通通有讲啊，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啊，都有谈。 哎，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啊后二障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呢？彼是何意呢？意思就是摄魔他这一段应当谈完了吧？可是还没有，后面还有不空如来的障，空不空如来的障，二障还没有谈，到底是何意呢？答：唯密关照，此方了其密之。以体属未奥故也。这一段只有叫你讲见性啊。 后面呢、啊，还也不坏延起呀、啊，要不然怎么会有山河大地呀、啊？你现在只悟到空啊，哎，如来藏啊，后来兼用。哎，诸位用就是不啊、呃、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体，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就是相用。尽其精细，实属微之，以与浊分之。 应当一就是应当，酌就是斟酌啊，分支就是分开来讨论。一酌分支，应当斟酌分开来讨论。底下就是我们每天常常诵楞严咒的句诵。这个楞严咒就是结论，结论这一段句诵阿难。 战佛，啊，这战谢获益啊！啊，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与如来前说即战佛，此也是经家啊所叙。啊，礼谢标记得未曾有者，相所未物，今得妙物，是为细所未曾有。盖物有解物，啊，正物之不同，未有深味浅味之不等。 如阿难但解悟而已，是以仍及出国之位，今及以所悟之力既占与否？妙赞总持不动尊，手弄阎王是西游。妙赞是法身，总持是报身，不动尊是应身。这妙赞总持不动尊，啊，不动尊，这个尊的上面写九界之啊，不动。 九界之尊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应身，是九界之尊。啊，这个是战佛的三德。首论阎王，这个是指法，上面是佛，底下首论阎王，这个是法。啊，什么是法？首论阎王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定，佛的大定啊，是稀有。 世袭有，只有佛讲得出来。哎，所以妙瞻是法身，总持是报身，不动是应身，尊是九界之尊。前面是战佛的三德，手弄阎王是法，所以战佛赞叹法啊。手弄言就是显示大定啊。前面这个是战佛三德，手弄阎王世袭有是战佛的。 大定就是法，此战谢佛跟法。上句战佛，下句上是字，啊，下句就是首论阎王是稀有。上面四个字就是首论阎王是战法，下三个字啊是战佛法是稀有是赞。哎呀，世间稀有的佛，稀有的法。标记中只标战佛，以法是佛所证，意为佛所说。 标佛即可设法。阿难，经你所悟之理，即佛所证所说之法，乃依之而赞佛法。上经依佛所证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密之障。严惩法报应三生，战佛三生，是为战佛，乃顺序而战，与诸家略有不同。妙战赞战佛法身，法身为诸法所依之理体。 在无情分中叫做法性，法性是毕竟空；在有情分中啊为佛性，佛性还是毕竟空。啊，即众生本有之佛性。诸位，所以内在的佛性毕竟空，跟法啊，跟外在的啊，叫做诸法，叫做法性。外面叫做法性，里面叫做佛性。佛性法性不二性，为什么都是毕竟空？ 啊！即众生本有之法性，妙觉湛然，遍周法界。众生在迷，法身埋没于无印山中。我佛印中悟持妙觉湛然之真心，即法身的。以此自性清净法身，不生不灭为因地心，然后严惩果地修正，得正离过妙觉法身，是为成佛。经营微妙。 净法身，湛然应一切，故湛也妙赞。总持，湛佛报身，报身以智慧为身，此智即般若妙智，是般若的。人人本有佛影，大地众生各个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指般若的。众生迷持前智成事。我佛一音中如如，不持一卢卢里。 一如如智照如如理，回光返照，照彻心源，或近至远，转世称智得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毕竟空，正道空性啊，根本智。所以你要根本质你就是要一定要什么都放得下，什什么都放不下，根本质得不到。哎，这就是自力啊，成自受用报身啊。 此字总持一切字，是为一切字之根本，一根本字，父啊父起后德字，后德字就是度众生用的，啊这个就是有，也就是说啊利益众生用的方便字，后德字，成他受用报身，总持无量相好庄严，能能为众生作作外心之缘，故暂曰总持不动。 战佛应身，应身乃应众生机所示现之身。观察众生，应以圣应身得度者，即现圣应身；应以烈应身得度者，即现烈应身；应以速神得度者，即现速生身。随机应现不，不动本迹不动本迹就是全部都是如来藏性在作用。所以有度众生，其实没有度。 普应十方，自在解脱，任应无碍，即以解脱的。如佛出说华严，以大叫不弃小鸡有是双锤两项，两项就是报身跟应化身了、啊。不动几常就是法身了、啊，啊，法身是不动的，啊，那为了度大根的用报身，为了度小根的应化身，那、啊、我们众生就是用这个应化身，所以你会看到佛的丈六金身。 他就是用这个应化身，啊，不动机场就是法身，啊，法身来应化，啊，怎么样？用小根的来度小根的，所能看得到的世间摩尼佛，哎有入愿，现藏六身为无比丘说法，啊，故赞曰：不动，不动是应身呐、啊。此以三德和三身。 啊！此以三德三身合事，以佛正三德成三身故，故以战之。诸位，请翻开表解五十五页，五十五页，表解五十五页，中间，中间，阿难战佛句。 妙湛就是法身，总持就是报身，不动就是应身。首楞严，啊，中国话叫做一切事就近坚固啊，首楞严在左边，啊，妙湛，注意看妙湛，法身、诸法所依之体，有佛性、法性之别。总持是报身圆满果结之体，啊，以智慧为身，不动。 应身有善应、烈应之分，一生不动而普应。其实三生就是一生，一生等同三生所以啊，这个我们呢、啊，三生呢、啊、其实就是一生，一生就是三生不可分别。三德，呃，这个看底下妙真法身就是法身德，种植报身就是般若德。 不动应声就是谢多的三德的法身，法身德是体大，般若德是相大，啊，谢多德叫做用大，有的人念解脱德。法身德体大是常真实，常真实就是常住不变。般若德相大通真实，就是、周遍法界，所以佛到哪里所显现的相。 都是无量之庄严。波罗德是用是圆真实，就圆融无碍，圆融无碍啊！这所能言，这一切事就近兼顾。好，诸位看啊，回来五百二十三页，五百二十三页。 此以三德三生合摄，以佛正三德成三生，故以赞之。啊，表姐已经解释过了。尊者由佛从因克果，无助烦恼究竟即灭，二十永亡。啊，分段还有变异，这个以前无助烦恼这个在就讲过好几次了。啊，福慧两足九界称尊，为世间六凡。 初是三圣之所共中故，首任阎王及阿难所请世尊所证所说之法，阿难起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前面说妙奢摩他，诸位那一张大张的妙奢摩他就是标 A 大 A 啊，三摩在那一张表格大表格就标 B 呀、啊，禅那在那一张表格就是标 C 呀、啊。 啊！妙色摩他加三摩加禅诺，乃是定的别名。现在合起来，佛告一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这个就是大定啊，即三定之总名啊。所以说，妙摩他加三摩加禅那，就是首楞严王大定。哎，这个意思就是妙摩他定、三摩的定、禅那的定还不究竟。 要什么定？才究竟有佛的定，手能言王大定。以三定之总名，皆以总名称赞之啊。手能言，意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佛正之究竟坚固之定，前说四颗七大一切事相之法，一一会归如来藏性，本不动摇，本不生灭，自性天然妙定，即手能言定也。 此定为定中之王，能统百千三昧。阿难闻此悟持，故以所悟之定名赞之。是西游三字双赞佛法，难逢难遇，如法华经云：诸佛出一世，玄缘直难啊，直一难。玄缘就是久远劫，久远劫要碰到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碰到佛了。 你就碰到今天呢、啊，师傅在江西讲楞严呢，你肯啊，坐在前面呢、啊，都很难。这个一年都很难。正是出一世说是法复难啊，正是佛出在出现在这个世间呢，说这个大法楞严大法究竟意啊，很难的、啊。譬如油昙花，时时乃一现。 当然，这个是法经《法华经》，《法华经》我们也用台语讲过了，啊，这个这一段呢、啊，我们看过。岂非是所稀有也？就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就是顿破前迷了，刹那之间顿破前面的迷茫了。 啊！不利身起与或法生，就是测见自性啊！就是测见自性啊！为什么啊？或法生、法生就是法生自性了、啊。不利身起，不必经过九眼劫的悟了，就刹那之间嘛。所以六祖讲的：悟则刹那间呢，迷则成点结啊。迷的话，阿生起解；悟的话，就刹那之间。此名所获之意，上句断妄意。 断妄心而受益，下句是明真理、明真心而受益。哎，断妄、明义，其实都受益。消则消除，一结即无量劫，非局定数。颠倒相则迷真认妄，执妄为真，真妄颠倒，迷心在身内，或法在心外，身心万法各有自体。 放任身心为私我，万法为私法，我法二执颠倒重重固，故蔽。故蔽就是固执不通啊！将本有法身迷不自知，则非思是思。若一旦开悟清净本来面目，则无德为德。今闻如来循循善诱，破眼影之非心，指根中之佛性，十方正士二见翻显。 对，二见就是同分望见、别业望见，翻过来，彻底通通是本性的东西。二见翻显呐、啊，更会是颗因入触界，即望即真，望心当体即空，就是真性，复融七大全相全性，相望性真啊，将本有法身和盘托出，如银开见日啊。 冰化为水，一即颠倒妄想，一旦消除矣。而此消除之功，亦由如来微妙开示，二由阿难悟明心性。汝若不悟真心，安得消除万祸，不利生其祸法生者，犯于阿生其劫。此因无数劫。诸位啊，不必讲无数劫，只要你没有听到佛法，不是无数劫。 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那是无央数劫。你碰到佛法，在经典里面讲，没有办法止息轮回，这是佛在经典讲的。除非佛出世，佛没有出世，众生的轮回、造作恶业的轮回，这种生灭意识性绝对摆脱不了。 也就是没有办法停止轮回的痛苦，所以佛恩难报啊。因此，我们今天呢、啊，告诉你，今天你在佛门，你这样子的牺牲，你这样用功投注，值得。所以，师父常常告诉这些正信、正知、正见的佛弟子，正法是可以用生命投资的。一般的投资是用金钱的、啊。 一般的投注是用金钱的、啊，啊，是做世间的生意啊，就是投注，这是用金钱投资啊。佛法不是，佛法是用生命投注的，而且绝对不会后悔。为什么值得吧？让开采法身慧命，怎么会不好呢？能够救度苦难的众生呢、啊，怎么会不好呢？啊，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讲，善播真理者是至善。 就是最了不起的善事，就是散播佛法的真理。就是《阿含经》，佛是这样讲的。啊，为什么救人家的烦恼？讲真理、散播真理的人，这个是最高尚的真理，最高尚的人。哎，所以大家要把正法弘传出去。此因无数解，劫者劫波，乃常时分。啊，破下论。 《菩萨论》是唐玄奘翻译的，这个本论呢，乃是注释印度啊加多眼尼子之《阿比达摩发智论》。这个啊，印度的加多眼尼子，这个加是释迦牟尼佛的加，多是三多路的多，眼是是行中间三点，啊，我们道路的行人中间破开来点三点，的眼尼就比丘尼的尼，子儿子的子。 啊，这就是啊，加多眼尼子之阿比《阿毗达摩发智论》，阿毗达摩发智论，开发智慧了、啊，叫做发智论。广明法义，也备列诸种意说，诸种意说啊，种种不同的说叫诸种意说。这个是不派佛教啊，教理之集大成者，这是不派佛教教理之集大成。啊，这是师父这里的资料。 再念一遍，唐玄奘翻译的《本论》《菩萨论》啊，《本论》乃注视印度加多眼尼子之《阿毗达摩发智论》广，广明法义，被列准备的被列出的列，被列诸种义说，种种义说啊，为部派佛教教理之集大成者。这个就《菩萨论》云。 三奇修六度，百劫众相好因。这三奇修六度恨，百劫众相好因。三奇修六度恨，六度就是不思慈戒人入精进禅定波的啊。百劫众相好因，诸位，糊涂呀、啊，你看那个三十二相八十中好啊，无量的报身呢，尤其报身的无量相好，怎么来的？ 就是百劫修来的，然后获得五分法身呢、啊。所以，在座诸位啊，貌相庄严的人也是修很久的，尤其是像像佛的像啊、相貌啊、大丈夫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像百劫众相好因呢、啊。所以，你的貌相好，那绝对不是今生今世的，那是无量劫修来的啊。 回思六年，地前立一升级，出地至七地满二生其，啊，升起，就一大二升其劫呢。出地前经一大二升其劫，出地到七地满第二大二升其劫，八地至等劫是三大二升其劫，然后就近法身。今阿难自序，不必经历三大二升其劫以获法身，以为。 自疑之端，自疑有三：以执菩萨为事，全胜不了之意；已经大圣原始之子，啊，就实啊，执着菩萨为事啊，全胜不了之意。现在怀疑大圣原始之子。二阿难，西出细货啊，这个细货就是阿难正出国的断剑货了。湿货就是指。 啊，私细,细货是指私货，还有界外无名这两种货还没有断。阿难只有正出国，正出国就是断界货。啊，那个细货就是指私货，还有界外无名还没有破。早登妙觉，是未获法身之明证。三阿难仍即出国，自如来说定已尽，方得尽位于恶果，何得聚云不利于生起获法身也。 以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五百二十五，金特详示：第一，当就获智，获的或者得也，有悟得、正德之不同。阿难，烦恼障重，所知障轻，况已发大心，以求佛定，佛为重重开示，直至本有真心，以为菩提正因。此心不生灭，不动摇，即人人本具清净法身。 系被颠倒妄想之所覆盖。现在道降一消，如云开，自当见日，则亲近本有佛性而淫，而因物惑法生者，何过？哎，就讲得过去了，哎，没有什么过错了。第二，当就前时教书，前教跟实教是有不同的。前教多重视项。必假修成；实教。 这种性具就是你本性本来就具足的，性具就是一定要悟啊！哎，贵在了悟啊！为物之先，法身本质原成，缘起经云：一切众生本成佛道，他能一念回光，变同本德；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诸位，修行的关键在哪里？离妄缘，那三个字。什么叫离妄言？只要是缘起的，要放下。 只要是生灭的，要放下；只要是执着的，就错。不管你有多大修行，只要着相的，就错，就不能离眼。是但离妄言，即如如佛，岂同权见之教？必力升起，方获法身也。第三，当就原始教旨，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此如正脉书，教光法师引。 当元教教职，则行部不爱元龙。诸位，行部不爱元龙是什么意思？行部就是次第，啊，所有的次第不爱当体即空就是元龙，所有的元龙不爱次第，次第就是元龙，元龙就是次第。哎，行部就是次第。这第三当就元是教职。 行不不爱言龙，言龙不爱行不此如正脉书。教光法师言：按原教教子，则行不不爱言龙，所以虽未及断后就境不妨前后发生。全体即佛，如前面开示，迷信于色身之中者，即名为性颠倒；之后开悟，见习你太息之外者，岂不好为正偏之灾？正偏之即成正解，而惑发生矣。然则之现果。 而不喜阿难或法身者，失子之甚也。这是站在啊这个一个圆龙的角度说。哎，颠倒误了就不颠倒，就是正偏执。有圆龙不爱行布啊，所以虽然啊获得全或法身呢，不妨更除细惑，就是习气还没断呢、啊，啊。 更利诸国，更更成就净保王也。Yeah. 此今后也，后云理则顿悟，趁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递进。哎，你可以顿悟啊，借着这个悟的力量消除一切烦恼啊。但是呢，事就是习气呀、啊，习气呀、啊、没有办法顿除啊。这个事项就是习气啊，没办法顿除。 因次地尽呢、啊，可谓名正理罗氏之虽气候，这气候就在后面呢，更立升起这个九眼劫啊，以成就进佛果，以成就尽佛果，当也以此不立不立升起啊之前，当也是跟不立之前呢、啊，先后发生了不相爱也。翻过来，何况五百二十六。 何况啊，缘、呃、顿悟后之修，所以缘教，哎、呃，顿悟后之修，为什么顿悟后要修？修就是把习气修掉。这你知道说，说啊，这个梨本身是不要贪呢、啊，可是看到好吃的还会多吃两口，就是习气、啊。哎、呃，你知道说，哎、啊，色即是空。 看到漂亮的，哎，多看两眼，是，你当然不会去侵犯，当然，哎，多看两眼，哎，就是，看到哦，这个名牌，你不会去贪，哎，多停留两眼，多停留一下子，哎，我知道我没有能力买，也不会买，也不会贪，可是看到名牌的，嗯，走过去，不是是的嘛，<laughs> 这衣服看一看，拿起来比一下，嗯，这样也好，过过瘾呢、啊嗯、就是。 这习气难断啊，那、啊、习气啊，啊底下啊，这这念念是佛，啊，什么叫做念念是佛呢？啊，每一个念头当起即空啊，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心，其实就是佛。水尽通，尽断通惑这通，三圣共断之，叫做通惑。 菩萨别断之叫做别祸啊，三圣、小圣、中圣、大圣共同断的祸叫做通惑，这虽尽断通惑啊，三圣共同断的，也跟前进修者日劫相悖啊。前教是拼了老命要修行，可是修了好几节都不能成就，因为用意识心在拼啊。至于 住后，住后就是出住位以后了。出住位以后就大开眼界了。啊，在这个原教里面呢、啊，出住即破无明见法身，出住就是见性的人了。哎，在原教里面，出住就是见性，进入无分别智啊，断别或这个别或是对前面通货讲的。啊，三圣共同断的就是通货。哎，这个别别或就菩萨的维系个别之惑。 叫做别慌啊！一切一生有缘况结之国者，如是之虽未其，啊，且更不利乎生其也无碍也。若更其言处，言就是长，处就是短，时间的长短啊！如果说我们把它回归一恋。啊，更其言处同时，长时间在一恋，短时间仍然在刹那。 这生死一瞬间，迷雾也是一瞬间，啊，解脱束缚还是一瞬间。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缘出同时，之选举，无量劫就是一念。这在《华严经》啊，啊，《华严经》我们讲过，啊，啊讲讲了一啊，差不多四十片的啊 DVD 左右。 啊，整理出来多少还不知道了哈。若跟其言处同时、啊，无量劫处就是一念一念间啊，这是华严的显子，也不可以长短基于，意思就是说啊，看个人的志气啊。作为有志气的人修行就在刹那之间，没志气的人修行，no 啊 no.。 啊，今天来听一听，受益一点。嗯，回去呀、啊、放这。嗯，师傅教大家念念佛哈。师傅讲了，念珠拿起来念两声佛就搁着。哎，再来今天呢、啊《楞严经啊》啊带来再听两两句。嗯，不错。嗯，坐着回去又忘了，连课本都懒得带回去。嗯，下次了又拿错了。哎，就等你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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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算没收八千万家的了。 <laughs> 他一直要拼那个百千万劫的了啊！我们不是，我们是拼尽这一辈子就要让他大成就的啊！言出同时嘛，百千万劫就在一念。为什么我不这一念不把它悟呢？为什么要拖泥带水呢？现在悟了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就马上就受益吗？啊，所以说、啊、修行啊，还要看志气呀、啊！哎，志气呀、啊，这个人有志气。 不在口念，贵在心行啊！六祖讲了，般若贵乎心行，不在口念啊，那个般若心啊，是在心啊，下功夫啊，真的无所住啊，心行不在口念啊，嘴巴一直讲，我有般若智慧，我有般若智慧，那讲那个没有用啊。贵在心行啊，不在口念。二暂谢或意尽啊，好，五百二十六页。 发广大心，愿尽德国城宝王，环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差，是则名为报佛恩。 啊，这个发广大心就是愿今得果成宝王，就是上求佛果啊；，还度如是恒沙众，就是下化众生。将此身心奉承差这个词啊，就是智还有悲，将这个智跟悲二心啊，哎、啊。 将此身心奉承差，就是回向法界的意思。啊，成差，成就是无量，哎、嗯，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叫做成差。啊意思就是有像微尘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叫做成差。是则名为报佛恩。 佛弟子一定要懂得报恩呐、啊，是知恩一定要报恩呐、啊。既然我们这这一辈子能够听闻到正法，这个都是佛陀无量一劫来牺牲生命、自觉自悟啊，才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今天呢，捡便宜由佛陀的开示，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佛的解脱的境界，是怎么来的？就感恩佛陀。 感恩佛陀，我今天说法也是用感恩的心，在感恩，在说法，因为佛太伟大，啊！阿、啊、难既忆悟佛法身，自知成佛有份，故发愿成佛度生，报佛开示之恩深恩。今日对前说。 前面悟或法生，但是理法生。今亦一,一物起修，即得究竟法生。故发愿，至今以往精进修修持，早得菩提佛果，成就宝王。宝王即佛宝、法王，以法自在也。此句乃应智，上求佛道以自利；下句乃应悲，下度众生以利他。 还自己表示不但自利，还要利他，度脱如是，含和杀数之众生，将此身心奉承差，是者名为报佛恩者。此字是指智根被恶心，将此身心四个字啊，将此身这四个字双运，智根被恶心，而树为身心树啊，就是把它合起来。 哎，就是自心加悲心合起来讲，叫做身心的意思。而述为身心，就是把它合起来解释。哦，叫做身心，意思就是身心是一个名词，但是它包括了自还有悲，就是这个意思。五百二十七，愿将此身心回奉十方微尘差土，诸佛众生依佛之常随。 受学以求我慧主，啊，求这个智慧；余生之广行济度以求福主，啊，庄严成佛国度，是则名为报答我佛。诸位，你要这辈子两种求：一个要求会，一个你要求福。所以说，只要你碰到有因缘善事的，要去做；如果你有因缘在。 道场里面是正法的邪邪教的道场，那个不在你池内，是真正堪为你种福田的正法的道场。那么来这里领一个工作，那个可好？这个福报可大，因为它是正法。那一至洗个碗啊，扫个厕所都不得了，对，因为它护持正法嘛，而且修复不用钱。那这里扫扫厕所，把厕所弄,弄通了。 啊，来这里啊，厨房啊，法会帮帮,帮忙端个菜也不得了，因为他是正法的道场，啊，那么秋会的话，那就一堂课都不能缺席，除非是哎呀，因为工作的关系呀、啊，啊，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分身，啊，要不然的话，他每堂课都到，是不是啊？我在想说，哦，那个每堂课都到的，要不要发一张证书给他，勉励一下，后面盖四会印。 赞叹你，对吧？哎呀，哎呀，哇！全勤奖，哎，这个可以设计一下哈。全勤设计，每一堂课都到的，不生病的，没有倒下去的，没有请假的，从头经到尾的。经是坚持的意思，哇，这个要赞叹一下。发一张证书啊，底下啊。 这以求慧主，余生之广行济度，以求福主能够帮助众生的，你就要去做庄严成佛过度，是则名为报答我佛微妙开示之深恩。讲到这个哈、啊，我要必须讲一个感应。我这一辈子有有一次、啊，这个比丘来啊，啊，比丘来来拜访师傅，他们就是讲到说说，哎，这个经典里面讲啊。 虚空当中会出声音，来赞叹《那年轻。哎，师傅啊，你有什么感应吗？我说我是没什么感应。啊，很多人呢、啊、都有感应。我说我的感应啊，虚空当中听到声音了只有一次。有一次啊，爸爸死亡，要回台北。回台北之前呢、啊，就这样，也不是睡觉，就是。 躺下了，还没睡觉，啊，明明明明呢、啊，就是还没有睡着，绝对不是在做梦啊！耳朵里面的有人跟你讲话，护法龙天在讲话，就说：“哦，慧理法师啊，你这一今生今世做的功德很大很大，很大你可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四岁。哇哎”哇呀、哎、哇！我这听着拢不欢黑啊！ 啊，你看啊、哦，那个还还不是醒过来，根本就没有睡觉。那个耳朵讲的多清楚啊，说哦，可能我们这辈子啊发大心呐、啊，坚持弘扬正法，推广正法，牺牲小我来完成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是有这样的心啊，也这样子在做了啊。我们也没有说求感应，因为我们早就了达空性的思想，怎么去求这个感应？不会的。 来的耳朵，哇，这讲的很清楚啊！就这一辈子只有虚空当中讲出这个声音，就是听到那一次，而且绝对不是做梦。护法龙天在告诉你了，啊，所以这个这个感应啊，啊，不是赞叹我自己，就是、说拿这个来鼓励大家。 哦，来鼓励大家，佛菩萨是从来没有遗弃任何众生的。只要你真的发心，那个佛心众生心就相气相应的时候，都不得了。啊，所以啊，讲堂里面的那法师啊，默默的在做，我真的很赞叹，真的很赞叹，今天点点的褶，那个其实不用讲，脸都看得出来，真的。 哎，就是从来就脚踏实地的，也不偷懒的，的的啊，就真的显良个高语，啊，紧紧啊，点点的走，连师傅都看得出来，啊，师傅的私下内心里面赞叹他，谁我很清楚，啊，此句两句呀、啊，也就是四弘四愿，首句也佛道无上四愿成。 兼摄烦恼无尽誓愿断，以断尽烦恼方证菩提故；此具众生无边誓愿度，兼摄法门无量誓愿学，以必达法门呢，方能度身故。五百二十七中间，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仙路，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一次取泥环。 啊，父亲是尊为证明，就是请佛加倍了啊，请佛加背了哈、啊，加倍，五浊二世是仙路，就是成就大愿呐，一定要想成就众生呐，五浊二世是仙路了啊。这众生可不一样，众生得稍微改一下啊，众生是五意乐尽是仙路啊，啊，只要是享乐的，这绝对是跑第一的，不会的。 哎，我们每天念的，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那世间念的那个黑道的，那不是这样念的。哎，诸恶皆作，众善不行。啊，当然黑道的也有人做的善事啊，是默默的做了，也有了。啊，这个黑道有两种，一种是白道里面的黑道，一种是黑道里面的白道，有两种。 哎，白道里面的黑道就是他官当的很,很大，官当的很大。哎，可是他权力也很大，可是他干尽坏事，这个是利用他的权力来权力干尽坏事，叫做白道里面的黑道。可是大家又拿他没办法，叫做白道里面的黑道。一种是黑道里面的白道，哎、欸，看起来呢穷凶恶极，也有一些非法，可是很奇怪。 他很肯帮助那些义幼院、孤儿院、养老院。他看到可怜的人，就真的会帮助他。他虽然哎，从这个赌场里面抽一些钱，但是他私下去帮助那些弱势团体也有，这个不能讲没有。所以这个就是黑道里面的白道，还真的每一个人通通有道嘞。嗯，真的这很难讲的。 啊，如一众生未成佛，就是众生不净呢、啊；终不一次取你洹，就是誓不成佛。哇、哦，这个愿可不得了！说前句发愿度生啊，是果后自结缘，然后结他。此句五浊世入是果前，至果前就是佛果，成就佛果前呐、啊。果就果后，就成佛以后就是果后啊，是、就、不是啊？哎。 啊，那么在果前呢、啊？啊，成佛啊，未未成佛之前，智未得度，先度人也。以愿力重，呃，愿重力为。所以福清啊，夫妻啊，夫妇祈请世尊为作证明，实求持光加倍，令得不退，满是宏愿。五浊二世，世心入者，此即救苦也。五浊一结浊。 泛以劫波，此云十分结浊无别体，即下视浊交错。哎，所以结浊是以底下视浊来讲的，啊，以底下视浊交错是其相也。适当简洁，人寿简至二万岁，众生俱下视浊即名结浊，啊。 二见着五力史为体，啊，这个史啊，其实就是类似侍者、啊、在旁边呢、啊，老是啊，你的影子就是侍者，哎，所以啊，啊，以前的这些啊，皇帝旁边的太监呢、啊，哎，皇帝台旁边旁,旁边的太监。 他常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皇上的影子”，啊，因为他这个人呢、啊，啊，皇帝走到哪里，他就跟着在哪里。可是太监没有权利啊，我们是皇上的影子，就是太监了、啊，啊，那么这个使啊，啊，就是等同侍奉在旁边，哎、啊，你只要有这五力时，身剑、边剑、剑尖剑、剑斜 那你的苦恼啊，跑不掉的。这诸剑刺肾，剑就是分别心，后天的分别心。哎，所以所谓剑祸是什么意思？剑道所断之祸，剑是替你断后天分别心的祸，叫做剑祸。那么失祸呢？失祸是断习气。哎，所以啊，剑货断后天的分别心，失货。 是断先天与生俱来的习气,气，叫做失惑，是诸见次盛呢，及其相也。无力使者，五种妄见，能使众生呢造作诸恶诸业，能使众生的气如生死，故名为死。而积微迅速，积微就是非常，非比无顿时，故名为利。啊，无顿时之后面贪嗔痴慢疑。 无力时就速度快，速度快就是力，很快，第一也生尽二十四个小时，通通执着这个色身，无一时一刻没有我执，只身为我，世间人全世界都这样，而其我身之间，妄生贪爱，不务大假合，总属无常，二者边界只有之空，不是只有就执空。 就是边见，而其二边之见，一味偏执，不解见即偏，失乎中道。啊，三者戒其见，这个戒其见，意思就是持戒而执着自己持戒，就是戒其见。哎、啊，认为自己持戒很有修行，外道有外道的持戒，佛教佛教的持戒，但是招一持戒。 通通叫做见其见，哎、啊，非因即因呐、啊，而其我能持戒之见，诸修哎、呃、修诸苦苦恨，不恶真杀做饭，真杀做饭，重点在哪里？重点杀非犯因呐、啊，杀不是犯的因呐、啊，意思就是忘心忘事啊，不是成佛的因呐、啊，成劫难成呐，是则见其见。 看什么都自以为自己是最殊胜的，叫做见取见。哎，见着认为自己取着，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做致富啊，非音基因即因呢不一样。他是持戒，认为自己认为很有持戒，这是见其见。见其见是指见解，是指见解，说哦，我这个见解是最殊胜的。 哎，非国即国，而其自负所见之见，自负就是认同啊，狂妄啊，为正言正不悟有漏界中，终非究竟啊。无者邪见，不无因果，而其邪外断常之见，邪外断见和常见，断见就是人死后什么都空，叫做断见，没有轮回。佛法是骗人的，这个叫做断见。 那常见呢、啊，就是哎，人的死了以后，下辈子还是做人呐、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啊，哎，就是常见了、啊，常常做人呢、啊，啊，那谁做猪呢？嗯，这常见就很可怕了，哎，不晓得这是依业力而分配的，不是你想做人就可以做人的，做人要守五戒，要有人的这个规格啊，啊，最基本的基本的五戒啊。 是而且邪外邪见，还有外道之见啊，断常二见，堕豁达空，豁达空就是没有因果的玩空啊，哎，你也不用做太太太多善事了，是没什么因果，做坏事也不怕了，杀人放火没什么因果，那都是骗人的，那是佛讲的啦，那我们不信佛的，哎，那你拿他没办法了，不悟杂毒人入心啊，智悟悟人啊。 此五种妄见呢、啊，昏昧古墨啊，浑浊智性啊，故名见浊。三烦恼浊，五钝死为体呀、啊，啊，三灾感召啊，及其相。三灾就是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是三灾啊，及其相也。五钝者，五种妄心能使众生造诸恶业，能使众生七入生死。 故一名是，啊，比前面五力啊稍微顿质，故名为顿，一者，哪几种心会让你烦恼？一贪心，你记得？哎，佛陀说无贪即清凉。你最近你体会的出来吗？不贪心的人内心就清凉，嗯、不该自己有的东西一毛钱都绝对不拿。哎，但不能加计说要拿就拿多一点，这是不可以这样加的，自己加哦。 哎，不是自己的东西一毛钱都不拿，哎，后面那句不能加下去。一顺境，一顺情尽善，起诸贪爱啊；二嗔心，哦，这个修行人要不得。一为情尽善，起初嗔心，嗔恨心呢，就是修行的大障碍，而且是第一因，第一因啊。三者痴心呢，与中庸尽善。 非为非顺呐、啊，也不是为静，也不是顺静。起诸痴迷，不能觉察，是指慢心；以诸众生心气较慢，不能谦顺。五者疑心，以诸善法心起一二啊，一二，这个二就是一呀、啊，哎，二心呐、啊。我们讲二心，二心不是不专一嘛？一二就是不专呢、啊。我们说一心呢、啊，就是专心呐、啊。 啊，他是一二，呃、啊，就是嗯，怀疑呀、啊，不能接着，是五种妄心呢、啊，烦恼啊，烦动扰乱了、啊，混浊自性，故名烦恼浊。第四，众生浊，染五阴，色受想行识渐慢为体呀、啊，二名会称呢、啊，及其相，众生呢、啊，积极五印为身，不知道、啊、不净啊，苦空无常无我，故也染五阴呢。 外身四大假合，属于色音，内心前五识啊，领受五成境界为受音呐、啊。虽诸事皆有受啊，为五识受力偏强，故意主之啊，故意属之。六识想象前尘呐，若些影子啊，就是想因。虽诸事皆有想，为六识想力最最盛，故意属之。 七四恒省思量，念念相续如急雨流水，啊，千流不息即行音。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啊，虽诸事皆有失，唯七四失利偏重，故意熟之。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四是以强大的功能方便分类，这句人要特别重视的。 所谓四，所谓第前五世、第六一世、第七世、第八一世，是以四的功能强弱来分别。啊，前五世指言外境最强，第六世以分别心最强，第七世以恒审思量思维最强，第八世啊以寒藏种子的力道最强。所以是以功能四的强弱方便分类。其实第六一世分别当然还有含有执着啊。 啊，第七意识的知着当然也很有分别、啊，第八意识当然也有知足也有分别、啊，可是就必须以识的强弱来分第六意识、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有前五识，用功能来分。由于中间三音啊，三音，前面呢就是讲了色受想行识，三音就是指受音、想音、思音，啊，三心所。 色受想行识中间这受想识啊，三心所善有四十八心所啊。那么收摄未尽，尽以四因分属八事。我们前面呢，啊，这受想行识这个行因就是湿因，啊，就湿因。 在这里分配就是这样子，配受音，啊响音失音，啊受音就是前五式，响音就是第六意识，失音就是第七意识，啊就是这样配三星说，善有四十八星所，收摄未尽，今以四音分属八识，则心王心所色无不尽，心所即色诸事中，是色在诸事中。 哎、嗯，那么八是支持的第八意思，支持息就是呼吸，暖就是温度，寿就是寿命，暖寿啊。这三一起一注视是在身中啊，哪有暖气啊，寿命未尽啊。是如果是如果离开这个色身，变身冷处，寿命断绝，支持此身不至善坏者。 就是四因，是为男五因。见慢果报者，见是痕迹主宰为见我，慢是恒生主宰为慢我。前世所作业因，今世所受果报，以为其体。